Hello， 大家好，依家同大家介绍位于火炭嘅仲景园呢个三房设计嘅单位。客厅外接露台，我哋依家去露台嗰边睇睇啊！喺露台望出去咧，我哋可以见到马场景，而望向下边咧，我哋可以见到整个内园嘅景色。客饭厅呢一边咧就系一个原迹嘅设计，好深受用家欢迎噶。浴室是一个原迹的设计，有一个浴缸和有窗。睡房以浅色为主调，非常柔和，而每一间的睡房都安装了入场衣柜。第二间的睡房的空间同样非常宽阔。呢间就系主人套房啦，可以三边落床，空间十足。这个单位全屋以白色为主调，采光度充足。厨房同样是以白色为主。业主做了一系列的橱柜，非常之好摆嘢噶。大家对今日介绍的单位有兴趣的话，欢迎随时打电话给我们约睇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